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汽油医生。今天我们聊什么呢？聊一聊血脂。一提起血脂检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汽油医生啊，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我都了解啊，都清楚。当然有一项指标叫脂蛋白，这个脂蛋白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今天汽油医生就跟您好好聊一聊这个脂蛋白。脂蛋白 A 简称叫 LPA， 它是肝脏合成的一类特殊的叫脂蛋白颗粒，它是由载脂蛋白 A 和载脂蛋白 B 100组成。这个脂蛋白 A 水平啊，它主要是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还不是说跟吃有关啊，跟先天遗传因素有关。但是某些疾病，比如说肾脏疾病以及甲状腺功能减退，也会使脂蛋白增高。此外，绝经后的女性脂蛋白的水平呢也会升高。好，问题来了，这个脂蛋白增高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作用？脂蛋白 A 最近呢，这个证据越来越多的表明备受关注，它是血脂干预的测试这个靶标之一啊。近日呢，在 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 发表了一个重要的综述，总结了脂蛋白 A 与血小板功能之间的关联。那么阿司匹林治疗与脂蛋白 A 降低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既往呢，针对于冠状动脉这个疾病和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研究显示，阿司匹林治疗四周可分别使两类患者的血浆脂蛋白分别降低 80% 和 37%、说明阿司匹林可以降低它。研究指出，脂蛋白 A 可以通过诱导慢性血管炎症，从而促进什么呀？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还有钙化性主动脉这个疾病的发生。说明这个脂蛋白 A 它的水平增高本身就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指标。此外，脂蛋白 A 也可能与各种血小板受体发生相互作用，导致血管活性物质的释放，并最终引起血小板的活化和聚集。目前脂蛋白 A 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30毫克每滴升是我们亚洲人的一个标准啊，而欧美的标准呢是50毫克每滴升，需要指的是中国人群由20%，也就是五分之一的人群，脂蛋白 A 的水平是大于30毫克每滴升。什么意思啊？超标的，五分之一都超标，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那么，既往独行研究证实，在接受这个冠脉、心脏植入术的患者中，血浆这个脂蛋白 A 的水平增高，与患者为手术期的心肌梗死，还有复发性缺血性事件、再次血运重建的发生率增加是相关的。而另外一项纳入接受 PCI 以及双抗血小板的治疗患者中，血浆脂蛋白 A 大于30毫克每滴升的患者和水平较低的患者相比，那么二磷酸腺苷叫 ADP 啊，诱导的血小板聚集更为显著啊。所以呢，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啊？纤维蛋白生成的更快，都说明了这个脂蛋白 A 升高以后，对心脏会产生很多很多不良的事件。脂蛋白 A 似乎可能是影响人体血小板的功能，并通过多种机制啊，比如说抗纤溶啊，促进动脉粥样硬化、血栓的一个合成。而长期服用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可以降低它。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健康的老年人中开展了一项实验，表明遗传性的脂蛋白 A 的水平升高，这个受试者如果接受阿司匹林治疗以后呢，缺血性事件的发生风险是降低的，而出血性事件发生风险并未增加。所以阿司匹林具有降低脂蛋白 A 的一个水平，我们也更需要去过度的啊，我们不单纯要关注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也要关注脂蛋白的 A 的水平，它跟我们的心脏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也是密切相关的。好，那么今天您了解脂蛋白它到底是在我们的临床检测中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了吗？好，也欢迎大家关注汽油医生共话健康，我们明天再见。